吃饭啦。来了。哎呀，就剩一个鸡蛋了。啊，一个鸡蛋给你吃了，老公。我今天不吃鸡蛋了，我吃点玉米面条就行。你说的话谁信呢？我得想个办法。机会来了。别被他发现了。完美收工，快跑。那我就大佬去摘点盐。哎呦我的妈！